为了夺回荆州，蜀国大军攻向夷陵，吴国的智将陆逊针对蜀军布阵过长的致命伤予以痛击，蜀国因此战役而灭亡，吴国的版图也因而向西扩展。养精蓄锐已久的吴国再度对魏国点燃战火，吴国太守周访诈降魏国，并自断其法以示忠诚，此举使得曹休深信不疑。黄武七年，周访引曹休带兵至石亭，然而陆逊和其他将领早就在石亭布好重兵，等着曹休自投罗网。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陆逊，这个计策真的可行吗？敌将是司马懿，此计被识破，想必只是时间问题，因此得争取一时一刻，有劳各位鼎力相助了。攻下东西两边的城寨，包围曹休。等友军来，再一起追击。先等友军过来吧。Yeah!
我一脚就能踩扁了。为了我军大将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不掉了，大伙儿杀呀！请指教。好武艺，后会有期。我们也别落后了。
了耶！我们也快跟上！阁下玩玩也好。
为晋一史一册，